大家好，我是鸡大宝，一名优秀的宠粉狂魔。为了感谢广大粉丝一直以来的支持，这期视频是大宝制作的特别版本击杀集锦，我将半年以来的精彩击杀制作出来了，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开心。像我鸡某人也是一名优秀的突击手，我能躲草里蹲人，武能冲上楼钢枪，不吹不黑，猫哥那实力可能也就只有我的一半了，哈哈。大家到结束的时候可以统计一下本期视频大宝我一共击杀了几个，答对了大宝我就送你一个超大好，么么哒。想想当时 N 杠扛把子的我，揣着把信号枪就这样拿着砍刀招摇过世，还真是令人唏嘘啊。无论是 N 杠还是 G 杠，遍布了我的足迹，我的盒子和我淘汰的盒子摆起来铺满整个地图，想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还有我这堪比透视的意识，哎，吹得我自己脸都红了。等那天我飞得老高了，这一落地丝血反杀，你们说说这都是什么神仙操作？不说了，快点夸我。再看看这巨大的，我的乖乖，看到我自己都惊呆了，原来我这么强的嘛。再看看这刀法，我只能用一个字形容，太帅了。菠萝丸的出神入化，到现在就问你们一句，还记得从刚才到现在我一共安排了几个了吗？哈哈，快在评论区打出来吧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爱你们，嗯啊。